你喝一杯酒，我给你500块。喝的越多，赚的越多，行不行？500块？嗯，500块一杯？是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好好，那好啊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就拼了。来，1杯500啊。嗯。你找 M 啊？进来。哇，你干嘛换那么小的房间啊？哎，小姐，坐。怎么称呼？我叫20号。20号。来，喝酒。开工的时间喝酒会被开除的。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按摩之前先喝点酒，但如果一个人喝的话很无聊的，陪我喝一杯，没别的意思。我们按摩是按时间收费的。嗯哼，要不然你先喝酒，你需要按摩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吧。不是这样吗？你喝一杯酒，我给你500块。喝的越多，赚的越多，行不行？500块？嗯，500块一杯？是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好好，那好啊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就拼了。来，1杯500啊。嗯。但是呢，我们按摩还是要另外收费的啊。当然了。好，干杯。嗯。讲究500了，太好了。来，一斤。好。嗯，喂，慢慢喝啊，这酒后劲很强的。这些东西啊，越快越好，正所谓呢，时间就是金钱嘛。来，嗯，好好好，来，3000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结婚没有？你还没有啊？那就好。来，7000啊。嗯。1万。好，1万就1万喽，再来2万啊。1万，一晚上就可以挣10000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也可以挣那么多钱啊。我现在可以去做按摩了吧？啊，霍先生，本来我们也是想独家专访的。那好啊，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问个够。太谢谢您了，霍先生。松平，跟我进来吧。松平，松平，
姐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出大事儿了！秦总啊，跟一个女的在床上的照片在网上被登出来了。大姐，好了没有啊？你快点出来，我要洗澡。大禽兽，你还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？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！你对我做的事情，我懂法律的，那个叫迷什么？迷奸呢？对，你迷奸我，你迷奸我呀！喂，大姐，你是不是还没有醒酒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嘛！等一会儿我再向你解释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很想洗个澡啊！阿姐过一下。喂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还有心情洗澡啊？洗澡。喂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好吧，你先过来这边啊，来，坐下，不要激动啊，我向你解释，好吧？对，我们两个确实是躺在同一张床上面，不过我们两个确实什么都没有做过呀。嗯，喂，是你的头，你看，你的头，这样靠在我的身上，我可没有碰过你啊，懂了吗？你再回想一下，啊，我不妨碍你了。他告我迷奸怎么办？我不要被抓，不要被抓，怎么办？被人家看到了。秦松平呢？那人呢？谁是秦松平啊？秦松平啊，我老公，他在哪里啊？哦，洗澡的那个叫秦松平，他是你老公？不可能啊，我见过他老婆，不是你。你跟我老公睡觉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呀你啊？哦，我们谈得好好的，你干嘛打我？谁叫你跟我老公睡觉的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大家都是女人，干嘛打女人啊？喂，讲道理！你们这么吵，我怎么洗澡啊？啊？松平啊，这个女人她是谁呀？啊？还有啊，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这么快知道了？哎呀，真是信息时代啊！这么快她就知道了？网上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照片都出来了。什么照片啊？你不要这么若无其事的好不好啊？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她是不是有阴谋的陷害你啊？还有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什么照片呀？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你居然还为我，你做过什么？你好凶哦！不过你打了我一巴掌，打醒我了，我记起来了，是你欺负我，不是我迷奸你，所以我要告你，告死你！大禽兽，大禽兽！好了，走了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我要洗澡了。哎，出去，出去再说，出去再说。我要洗澡了，出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洗澡，不要！我要洗澡，出去吧，啊，请便吧。不，你别有办法呀！你给我出来！开门！你开门！什么情况？开门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人！你说什么？哎，你欠我钱呢！哎，欠我钱10000块不少呢！哎，他不开门，喂，开门呐！啊，对了，大姐啊，等一会儿呢，会有一个人联络你的啊。麻烦你们两个安静一点，好吵啊！他欠我钱，还会再联络你？喂，他欠我10000块啊！你居然为了10000块跟他上床，你要不要脸啊你？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你不明白的，真是烦死我了。我要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李美芝。看来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真没想到。秦松平居然跟这种女人，太太，我最讨厌做人家第三者了。现在我是被逼的做了第三者，我对不起你啊。他只是说1杯酒500块，那我就喝就喝醉了。那可能他也喝醉了吧？然后说什么呢？反正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。但是他现在欠我10000块钱，你们会还我吗？啊？